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个视频我们做了麻婆豆腐，那有朋友说辣是可以接受，但是那个麻哈实在有点不能接受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甜辣口的豆腐。热油蒜蓉爆香鲜，接着碎肉下，放多放少自己掌握。煸炒到肉变色，下一点料酒去腥。豆腐下，就在盒子里这样给它划碎，不用倒出来了，倒出来会弄到到处都水。然后锅半碗水，这样给它煮开。煮开后，老抽上色鲜，可以红一点，煮成像红烧豆腐那样。辣椒酱，放什么辣椒酱都行，只要你喜欢。辣椒酱如果很咸，你就要少放盐或者不放盐。我们放盐先，再放糖，喜欢甜口的可以多放些，做成甜辣的口味，记得尝味道。最后勾一个薄芡，湿淀粉，一边下一边搅，不要让它结块，够浓稠了就停手。这是跟麻辣豆腐完全不同的两个味道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